他你妈妈健康啊这样子，要乖乖听话，听医生的话，因为阿凡有太多东西要忌口的，都不是我们这些朋友会影响的，就交代妈妈一定要每天做，每天在梦里吓阿凡，不可以再乱吃东西了，要好好的爱身体。嗯，是不是？宽姐的身体状况看起来还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清明节刚刚是不是也是悲从中来的？对啊，对啊，嗯，我跟你讲，就妈妈也解脱了，然后也都不再受煎熬，嗯，因为她已经躺了5年多了，蛮辛苦。谢谢清明节，清明节自己动态，现在很好很好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很辛苦，下雨，天气又那么闷热，刚刚宽姐还在。担心你们有没有吃有没有喝、然后一直在想说帮你们叫便当，后来又怕你们没有地方坐，怎么好好吃便当、所以就他就想说那就买一些轻食让你们吃让你们喝，因为不知道你们要待到几点，他要我传达这个就是、谢谢新梅姐，新梅姐也保重。